欢迎你。给我看看一下。我的肚子。我小。亚人后面，后面，后面。干你！走啊，走。你把那吃了。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这边我要借什么破？才刚破完而已。吃什么？急救包。一包啊！靠腰。嗯。呵呵呵呵。我小啊。啊。我怎么看不到你的人？你要放光。
结束了，干这个关系了，快跑哦！快死了！哎、欸，靠腰，抓起啊！进行，我刚好看到，刚好看到。哎呦，日文将军，哎、欸，日文要死，一出门就被抓了。一直在点伤，蛮打。真不敢相信，这一天终于来了。哎、欸，你怎么离开了？嗯，啊，我怎么跳掉了？反正你都跳掉了，我想问你，我们两个都没有，哎、欸，我复活了。你再重回重连回来的时候，我邀请你来。你是游戏整个关掉？啊，对吧、啊？一定是那个路人骗客我。敢不要怪人家，别气啊！不要冲我跑，放下。哎、欸，那路人跳了。啊，你将军来了。他被我报复，所以跳掉了。发现。被打哦。啊你。他在连。你要跳掉啊？哦，是连的啊。哦，在连。哦，进来了。对对对对。别干他，他快死了，打不到了，打到了，不然怎么会中毒？嗯？啊！太死了，太死了，好的呢。所有诺瓦广场内部镇暴部队注意，消毁所有 A 区区镇区的。你要这样撞分桌子。哎，靠边！死的真惨。靠边，都在那边。我太敢靠边。你也死了、哦。啊！哦。
现在变暗，有白的。啊啊！我的脚，我的手。靠！要干这个。我的手。一下太惨了，
他要进来了，他只是还没进来而已。那他进来，你要不进来？呵呵，还是要跑啊！把路人打跑也行。呵呵呵呵，你拉我！不用啊，那打这次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可不是超级间谍，或是训练出来的杀手。我都是防不灵啊。加一个人。哦，那边是啊，这个倒是。嗯。哎，台北天气怎么样？啊？台北天气啊，怎么样？很好还很烂？说什么东西？台北天气啊。好啊，现在出太阳啊。是啊，没错。好吧，我们直接走啊，可以走吧。啊，我的脚，我的手。干红了。被误入的，干他小，惨啊！我的脚！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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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靠你了，我现在靠你了。快点把他们推进来。好，不能走了。你要死了。现在又没人了。就剩我们两个而已，呵呵。哎，看到没？玩太紧张了。快点，快点，攻击他！捏肚子。哎，这个。好，冷下去，加速了。我看到了，欢迎大起飞。靠背哦，干！我换弹夹，掩护我。你看，你看，死得真惨。雷屁呀、啊！就你在雷好不好？你要不要拿来丢我？塞又不是我丢的，你丢的。我当时可以拿那个，还是那路人丢的。就你在雷，第一次吗？拜托被他射死的、欸、哦！就你在雷、哦，接通了。就你在雷，你在那边闹。哎，然后他就又要打那个守护者，那个。他被干死。那我们要被干死。他被打死。我的手。别说他，我敲死他！在跑哦！啊，他怎么没被撞呢？没有，因为他不会那么快撞。到一定距离。把他敲完，把他敲死。刚才可以把那
刚救门有在。那个应该打野跳掉。哎、欸，被我们队友。对了。他也在雷了。可以帮他。我换弹夹，掩护我。别说我，这才叫猛好吗？吃大片。太快了，他是不是好快？他是不是超快？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一直打他就好了。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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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就干他就行了，不用怕，不用怕。我们把一个炮台干过去打他，连炮台都没了。别说了，我这么假呀！看，靠背啊！别告诉我。刚刚拿箱子把我干掉。我换弹夹，掩护我。啊、哦！我的脚。超雷、欸！我等一下就会被夹死，会。我的肚子。高手一下就扣一滴。不好意思。下。高登，你成功了。看到。真高兴你能平安抵达，爸爸就在上面，被关在拘留区。我知道，我知道。要救他出来得费功夫。我们走吧。哎，又有个进来了。我没有，你要不要信教？我就没。密他一下，他。进来跟我们打。别说我信什么教，信我就好了。你靠背啊！
信，冲他笑，你牧师了不起哦。我现在简直就是瞎子摸象。偶尔有伏地冈人被抓的话，就会传一些资讯回来，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这地方完整的资料。我们知道的也全都是坏消息。把信交到楼上。哎，还在上面。对不起。找错了，那边黑人，拿西瓜给他，你去找西瓜给他。大姐，没那个，没那个。我看你角色是谁？那边，他过来了。角色，你角色是黑人啊？你那边？我看不到。你子弹你就看得到啊，子弹你就看得到，你知道吗？将来啊，好了，这一切都会是不可能。挂了，怎么自杀了？哎，对。傻笑。哦。我们也不走。哎，他跳了。不要再说了。我们也不能把朱里斯丢在这里。他跳了，分数最高了。我们会找到两公里。现在靠背啊，改天个打法分数低才怪。爸，又是不会再见。哎，丢我是吧？到那边再见。我知道你会的。我在那儿等你。说逃都，我们两个都死掉。我们走吧。他不如把门锁上。好，在这里。哦。我要回保全控制室，设法连上你的防护衣无线电。包包，现在很明显。等我的消息。好好保护你自己。哇，这还怪太恶了。你还包一打发。我看我能不能把这个门打开。好，开。
人加入啊。我的肚子。在哪里？嗯。小心点，防空洞。我发现这边有很多合成人探测器。对，走到。哇靠！再去。哦，分身最高，大招。分是万年面负五分。我靠！哦，别雷了好吗？傻小。哈哈哈！哈哈这还是雷。那种是哦，啊！我的脚，哈哈哈哈哈！哦，没有，刚才太紧张了。快，松下房间，里面应一个小时喽。在干嘛啊？啊我是从负二的龙上面。我的脚！
这个没有记忆。跳起来干嘛跳起来，差点跟砸到了。开枪！就这里。事实很简单。莫斯曼博士，算了。博士，拜托。抱歉，莫斯曼，我没时间。太扯了，我真不敢相信。高登，走吧，这下我们真的得快点了。你先走，我先扰乱下一层的保全，随后就跟上。高登能屁哟。真子弹，真子弹！完了，带走，还可以用。
我快吐了。啊！我还以为他是我学生。干什么这么小？你们几个就慢慢弄就好了。哎，你上来了，可以，可以了，可以，可以。你再放，再去，哦，可以，可以 ，OK，OK。干，他刚，他刚把，你刚刚上来是他把你的头抽掉，你知道吗？超屌的。你要开票喽！好呗，别说了，这里绝对安全的。你在哪边？别说了，敢靠北，拿出海打！哎、干，他把我的那、这个。拿走吧，这个好累的。烧！
后面看戏，有点靠边，是靠边的。现在去找莫斯曼吧。像婊子，婊子都这样讲。靠背哈，哦哟，哎呀，哦，干，我被自杀了。地面单位注意，任务失败将导致永久转调至次世界。法规提醒：牺牲、团结、压制。爆满。真好，又一个保全控制室。你在哪里呢？哼，找到了。哼，抓到你了。哦哦，走吧，高登，别让他等太久了。需要他帮我们逃脱。有人吗？谢天谢地，这里有人。爱丽丝，高登，你们怎么进来？你和布林的事，我们全都知道。你根本就是合成人的间谍。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可恶！退后，莫斯曼，我们要进去了。我发誓，我一直都在保护你父亲。闭嘴！我们还用得到你，算你走运。我们得重新设定传送门，离开这鬼地方，懂吗？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我已经重新设计调制器，模拟异界踪迹了。你偷了我爸的心血，这也是我的研究啊！而且我必须证明给布林博士看。你父亲他会是研究工作中最有价值的贡献。受够你的屁话！
并不高兴，我爸在那里，我要把他弄过来。你们找到硬来了，你可没功劳。你只要输入克莱纳博士的实验室坐标，让我们出发就是了。我们要设法进入传送区，但是我们被锁住了。交给我吧。我们走吧。我的天哪！而你一直跟着王爷合作。那你打算拨往哪里？多久了？忘记。你打算拨往哪里？就一直打，看打完就叫。我想也是。打到我们两个就烦了。看，他死了。看来你先帮我们热机了，很好，时间也刚好。爸，下来这里。抱歉，耽搁了这么久，你没有怎么样吧？别担心我，女儿。朱律师，原来他们把你放出来了。并不完全是。一来，我真的好担心你。莫斯曼博士，坐标。原来这就是合成人传送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小。快点，诺斯曼！克莱纳博士。啊，爱丽丝，你在哪里？我们在诺瓦广场，要第一次使用 Z 模拟器。对。朱律师，怎么回事？
强的。天哪，我们成功了！不过克莱纳博士去哪？克莱纳博士，放我们出去！爱丽丝，高登，我的天，你们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了？哦，好孩子，我还以为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害怕我们再也出不来了。传送门正好在我们出来的时候爆炸了。的确是有，而且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那是一个多礼拜前的事。什么意思？我刚刚还跟高登在一起啊。真是有趣，我们好像做了一个很慢的传送门。这代表了另一种崭新的研究方向。新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可多了，亲爱的。你在诺瓦广场展开的攻击，被视为反抗起义开始的暗号。可是我爸怎么办呢？那可就麻烦了。根据弗地冈人的情报，他目前被关在城塔里。我们一定要把我爸爸救出来。巴尼一直在暗中朝着那个目标努力。还有几天前，你的一个朋友也来了。狗狗，你成功了。你看，知道了吧？并非完全没希望。博士，我真希望能跟你。大家往这边。博士，请回答，你在吗？哎，博士，你还在吗？对，巴尼，而且我不在。救命啊！爱丽丝和高登刚刚才到。是啊，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们都正好。炮击！我们计划设立一个攻击城塔用的前哨站。高登和狗狗会先过去，我会带克莱纳博士到安全的地方，再跟你们会合。我会尽全力寻求支援。哦，糟了！炮击！啊！快去！趴下呀！高登，照他说的来。我把克莱纳博士安顿好了，就去找你。等一下，我得拉马一起走。小心啊！他跑到哪儿去了？走吧，高登，这里我来就行。叫拉玛，走走走走，靠！那狗挡住路了，看，好，下去下去，你这关就这样。那不然呢？你是要多走？走走走。
也该是时候了。弗里曼，你来了。弗里曼博士，我们跟你。嗯，多少人加入？下面的，请听命令。下面的，小心。下去了。他有经验，他不会有事的。告诉我，哎，没关。哦。走吧，弗雷曼博士，我们一直想找人帮忙堵住防线，但是没想到会是你。
开端。
안녕얘들아안녕干多了多了多了然后把他们给我打爆白痴啊打爆打爆哎我复活了我复活了改一改一改Hello everyone. 哎呀，开票。Hello everyone. 我想的，我想的，因为他被踢掉了。那扇门的另一边被锁上了，你可以找找其他的路。还好你有防护衣带路。看，他死了。一切本来很顺利。他死了。哎，沙小，当屁哦。Hello。沙小，你他妈你当屁哦，在外面当。Hello， 张哥。这都在找到我背上，干。把那个韩国摆掉就不行了。白痴哦！而且你，哈哈哈哈哈哈！别雷了，别！旁边这个，看，看回来了。韩国，看韩国还在吗？还在。挂了。那个马九，那个马九，那个啥啥。会更糟，会更好。有坏蛋夹，掩护我。黄蚁。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啊？他刚被三只僵尸围，然后我又丢榴弹，他就被炸飞，然后他掉到那个湖水里面死，好惨。还可以啦。他说什么我看不懂。你看他说什么、啊？我怎么看得懂？你都看不懂，我看得懂吗？不是，那不是英文呐、啊，那是拼音哎、欸。那好像是拼音哎、欸。你看得懂吗、啊？大哥看，他那字已经消失掉了。好的，走。手，我的脚，哎，靠背。我的肚子。这边吵什么？干！哦，我操！我全部入下海了。我看到他把你箱子踩爆，我看到，你那很好笑哎、欸！你要装卸的时候，他就把你箱子踩爆，我们不动了。好，救命啊 ！Holy crap! Help! 救我！靠边！哎，他不讲话。饼干的画面全部录下来了，哦，是哦，太棒了，很精华。我、哦、靠，被杀小，你们double kill啊！好笑嘞，哎，好尴尬哦，超靠，我的脚。
到山那边来就不同了。慢波线，你继续走，我会传话说你来了，到时候再见。小红再见。我的脚。哎、欸，你接这边怎么走？好的好的，看到看到。你得用他妈真好白哦。好呀。来，这两个自杀炸弹，你们全部死掉。真不敢相信，这一天终于来了。哎他那个铁脚砸下来，然后你就死了。而且没看，就是他砸下来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挨掉下去，看超好笑的，妈的，感觉真好笑。我的肚子，我的脚。我换弹夹，掩护我。相识，白痴啊！你他妈别难的，我打我的妈！你该躲起来啊！我们脸，我们从这转就跑了。他说什么？那转粉你是靠背啊？要不然就是日本人。别说了 ，OK， 安排。他说那个日本混战。日本混战。他妈给我讲干。当然好笑。这个你，这个你是偷我的钞票。干。啊！我的脚。毁灭国民外交。屌的，真的，屌的。看你分数，太超靠北。你刚那个自杀单的太靠北，你就直接冲进去蹦，然后就死掉。刚才智障了，刚刚从头开始靠北哦。不是，对不起啊！我的妈，可能真的我的妈！我在自杀炸弹，看你啊！
对不起，不是。刚 NPC 就挡路，他不跟我们走。大家一起走错边，看你都第一。他想，我是在那边丢手，大家不看吗？全部跟我一起冲上去，大家全部一起飞上天，他全部都被我炸死了。大家一起飞，真的真的，大家一起飞，炸死！干操！哎、欸，开票开票，开始开票，你也开票喽。你又来？为什么要继续？就四十分而已。反正这不是第一天，他们把我们跟大陆人搞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他懂的。I'm made in China。没有，你这样讲，你有用的过吗？我才。火换弹夹，掩护我。高登，我一直觉得你在这里。我把克莱纳博士留在安全的地方，现在可以去找巴子。楼下有个指挥中心。别说我看到没有啊！完了完了，我跳楼了。走吧。看来不是你走，就是我亡哥。我的手。那太悲惨了，不行。别说了啊！不是，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觉得我要理他吗？不要再干他了，白痴啊！打小孩子从我面前呢，哦，再怪我就对了。好，不怪你，不怪你，你要说你是大陆人。不行不行不行，干不行！周子瑜最近那个事情太那个了，周子瑜那个事情太大了。哎，我可以自己生存，真的假的？发现？哎，火力曼博士，我们想加入。忘了关。不是，你刚才。好可怕！你不要说你是大陆人好了。If he grab me again， 哎、欸，他说你再对他弄一次，他就要踢你了，他就再踢一次你。急救包拿去。不要再踢歪了，哦。这是很常见的控制，不是很常见控制，还是通话小。
来，全部掉走在你里面，全部死掉了。没有，其实刚，我觉得你要刚才说的说一句，不然你说。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些个不是你的错，他没有办法威胁你。没有，这边是六个大的玩刀兵，大家都很爱说。热血靠背，哎，大家都不知道哦。我觉得你那个手榴弹那种靠背，这明显故意的。你还丢脸。想倒了，我要扔 fuck you， 看人家都很生气啊，他怒，他真的很生气，好笑。该死了，该死了，好好好，不好意思了。你想太多了，我的手。你照着 ，Oh my god， 好好笑，我要再 fucking again， 天哪，外观真的好笑，我加的好笑，好笑，他加的好笑，好笑。鸟哥来看我，没关系，爱丽丝不会死啊。
他真的会输人，是不是真的要输？他打我，他打我。啊！我的脚。有的时候会梦到起司。你感觉到了吗？我感觉到了。那他分手踢了25分。天哪！25分好可怜。Fuck！ 哎，你知道按 H 你可以丢那个气球包出来。按什么？按 H， 可是你要有那个后脑，不然后脑是什么？猪人才7000，两倍，真的好打黑哦。掉了，什么东西？我快掉掉了，不要他。他跳就没有黑猪做 TK 别人，白痴啊！哇，心真好用，好有趣啊、哦！这个真的画的画。没有我，还有趣不起来。哇，蔡英文一瞬间又拉开差距，拉开几千票，现在变成10000多票，是不是？没有。吓我一跳！这怎么红？英雄死了，我被手都干掉了。哦，3万多票，已经看3万了。蔡英文怎么可能会输？蔡英文怎么会输？现在9000多票了。嗯？那蔡英文亲民党哦。亲民党啊！感谢党还没破1万哦。啊！我的脚。别说，现在我要认真玩。干嘛？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不然早就挂了。OK。哦。干。夹到。靠边，我被门夹到，那比被僵尸打到还要痛。领先18个限制，几乎全部领先了吧？我现在看那个
几乎全台他都领先，还没一个地方有输的。外岛还可以，啊，外岛除了金门之外都赢，啊，外岛都赢。我感觉外岛才几个人而已，猪人。猪人看起来，猪人输定了。在一起，你别骑嘛。我加那外国号，他马上加我，他打一套吗？是哦，他打很多次网卡。如果跟他讲说你是我朋友，他会踢我，删我好友。我说 What the fuck? You two guys stupid Japanese， 应该不要。最靠谱，怎么那么讨厌日本人？然后我朋友自己上去，傻小。我可以轰掉他吗？不行啊，我的脚！不行啊 ！Why？ 哦，这是 my friend。他，刚刚我们急救包拿去，我们自杀好了。好，这个差不多了。我的手！连他也帮不了我们。我快吐了。哎，你在哪边？双剑真的超强，他要射两发才会死。我是中。白色那个吗？超真的士兵。现在变很痛，干。干！我看到了。我找不到敌人，好，看到了。上。我的手。好呗。我的分数还在。我再看一看，主演只是蔡英文差一万票而已。为了宋楚瑜会赢主演，就主演还可以赢。是个可敬的对手。我的天哪！然后我们这边怎么走？对吗？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然后呢？哦，得到了。那现在咧走啊！我忘记这边怎么走了，别让我们影响。我接，你怎么上跑啊？走啊，对，靠边。哦，反正我怎么朋友在这边干你娘嘞！然后我刚刚就是地跑掉，
哇，有人给我补给包哎，我要加他好友。什么东西？刚有人给我补给包，我要加他好友。好友，然后再把他炸掉，他就把他好友删掉，好悲哀。我们从哪里出来的？嗯？为什么这边？不知道，我们是要到对面去吧？是吗？可是对面，哎、欸，说不定。我忘记对面怎么，忘记啊，因为我看走对面路了。快，就走过去了。哦，对啊，那边啊。我们刚刚是为什么一直绕圈圈呢？走过去就好，不用怕、啊。哟。哎，台北现在冷吗？冷你妹，刚刚才出太阳。哦，不会冷。我礼拜三才回去啊、哦，我要在那边玩。弗里曼博士，把你心里过来了，我们一起分开了。军总，看你脸。蔡英文9000票了，蔡英朱立伦27000多，我满达，蔡英文看起来要赢到，我们完了。喂。哦，爸。啊！哎，我手电筒砸进去，他不会死没？操！你要手榴弹吗？又怎么了？哎，你懂不懂？啊，我刚去弄垃圾了。哦，你刚弄垃圾。哎，我刚火箭筒砸进去那个狙击手窗子里面，他不会爆。干干干！狙击手超强，靠背。哎，你要死了！没事没事没事，好，我们有人在下面。赶快看剧情啊，靠背哦。他死了！他们要跟狙击手放手一搏，我想他们还在那里吧。放手！保护他！连僵尸都变强了，太奇怪了。一切本来很顺利的。靠北，那我干。好了，我去干嘛？啊？下面？下面呢？你在走楼下啊？是啊，不是要从楼上往上去。对啊，为什么有人呢？快，有巨手超多，巴尼还在那边。你要是敢说一句风凉话的话，我就杀了你。有几个扯淡过去，把他们炸个精光。哦，炸掉一只。又有个路人甲马达号。高登，帮我解决那些狙击手好吗？马达号是吧？我打拉马更大声。有几个扯淡过去，把他们炸个精光。高登。这下你可算是衣锦还乡了，好，谢了高登。走吧，那个黑那个什么 TK 根本就是神的，玩笑不要 TK 啊，北齐啊。哎，我到你了，你变一趴了。你死定了！你后面。不是这边跳，不是。这边下去吗？下来啊！我觉得这边要怎么过去哦？哦哦，走那边了，想起来。大家往这边。哈哈哈！他直接，他没有爆炸，直接，他就喷掉了。哇，欸、开门是赚票的。我来开这个门。我的市保局身份还保有一些通行权。你刚刚有听到猫叫声吗？送死大祸！那鬼东西让我噩梦连连。你怎么说？我觉得送死会被朱立伦告诉。高登，小心食鸟虫！食鸟虫！
人输掉也太奇怪了吧？去年输的那样，我光是觉得他四年前那样输掉，我都已经觉得很诡异了。那时候大家就在靠北蛮久，然后你们要选他。靠北。前面有个古老建筑物，好像是银行还是博物馆之类的，不过那不重要。现在那里是市场，再见到邻居。就在那了，监管队的距离，看来他们要大规模动员了。从这里可以稍微看到大门，到了一楼我再指给你看。我忘记巴尼后来去哪边，我知道他 EP1 的时候他开火车走掉，然后就不见了。那就走吧。就。这两台吧。还是不够一命干。刚才三六零很屌，看那个麦队友，那个三六零麦队友看到了。我的手。高登，你在下面无法损害那个玩意儿，必须从里面把应该给抓。我到红场了，奇怪。所谓的自由巨人，无能，能够抛弃一切。最聪明哦啊，专业卖队哦。专业卖队，干超聪明。一开始跑在最后面，干。现在问题多票嘞，大赢七万多票。保守势力与畏惧心灵打入正统，但你却选择步入无知和腐败的行动，连一错都没有。聪明，我要进图书馆。哎，你以为不开票，居然还没开哦！我要进去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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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二加几？我来开这个。那个要等他那个。好，过了。
他被赶跑了，他自己跑的、啊。他被那化学的信息跑掉了，真是个训蛋。刚才刚一天七根车没在叫，那个炸一下，砰，然后就不见了。跟我来。过火了没？过了，过火，过火。小心！我待在这里，设法让门开久一点，才会有点效果。去吧，快去把天桥接上。我们必须要让援兵能从四面八方进得来才行。如果还有市民过来，我会叫他们上去找你。高登，我这种拉断，又是个 TK 老司机。完了，这个要趁乱 TK 的时候。这段机械的好时机啊！哇，突然有24万票，真的假的？你们还是这么相信国民党？真的？
你要是敢说一句风凉话的话，我就杀了你。我觉得票蛮多的。我觉得蔡英文得票率预估是53%，然后朱立伦才28%而已。这样可以零到600多万票吗？有点难。我们就可以打进攻了。核战人一定会手忙脚乱的。我们穿过广场时，掉了一箱火箭。如果你有办法在火箭上，应该会有足够的装备解决问题。我们要先掉一箱。还蛮有希望，因为没有希望。我换弹夹，掩护我！换弹夹，掩护我！我换弹夹，掩护我！他小。往这里，快跑！
绝对不会告诉你又想到了什么。卢克，看，按住我，那个360又进来了。你过了没？我们都快没人了。我跳掉了。我跳掉了。等下，重开。但我 K 绿的好爽啊，TK 变 TK 的好爽。哪一个？哦，这个我也看。是哪一个？哦，这个。第二个那个，我邀请你。你知道是哪个吗？干，又跳掉。什么东西？又跳掉。他也跳掉了，我朋友跳了。再点回去看看，再点最后一次。那我干嘛在设陷阱的时候？看你达到正精彩的时候哎、欸。然后我刚刚把你们设陷阱，然后你们跳那个洞的时候你就把我砸。他直接跳掉，靠背。不然就开一个。我开了就进不来啊，而且我朋友也要玩。是谁？就那个、啊，你要不要新交啊？啊？你要不要新交？那是我朋友。哦。他要玩。哦，朱啊，蔡英文赢22万票，但朱有人支持了。然后讲破，哇！干岩浆，岩浆。那个赢1000多票，好棒！好不，看来是开不成了。他荡掉了。L 不能玩的，进不去了。不能玩，那要怎么办？好，今天玩到这边啊。换游戏。啊，你要换什么玩？我不知道，你那边有什么？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对、啊，我这个，哎呦，你那个 FEA 那么怪？什么 ？FEA 三游。你要玩那个？对啊。我正好没管了。这找不到。哎呦，靠背。我没关，我有关，我关。你关了？你有关吗？关什么 ？FEA 啊，有啊，我没有关。干别雷的好吗？干我这在雷，我这在雷。干，那你等我，那我好，那我看一下多久。一个小时而已，很快啊！你可以去看个 A 片啊，马上就回来，一个小时一下就跑完了。今天那个连老龙真难忘，呵呵。啊 ，TK 啊。靠背啊，你挺靠背。呵呵。你这干超爽，好不好？自杀攻击这样，砰，然后全部死掉。